家好，我叫任伟珍，大家叫我珍珍。我就读明富国小的五年四班，我的兴趣是跳舞。我跳了五年，我是 Mickey Girls 的成员之一。跳舞很有趣，很好玩，跳舞可以让我很开心。我最喜欢的舞蹈老师是夏夜老师，因为我成绩最好的跳舞比赛是爱马杯第一名。我希望我跳舞可以变好，功课可以变得更好。Look.